再去。您好，我是工学社的黄先生。今天如果家里遇到受潮的状况，受潮就是说我今天这个琴键按下去，它没有办法顺利回弹，没有关系，这时候你赶快拿出你大拇指，假如是哆这个键，按下去，左右摇晃一下，再按下去，左右摇晃一下，它应该会立即有所改善。那这时候就可以尽快的与小弟或调音师联系，我们会尽速与您约时间到我们府上为您服务。那有些钢琴说搬回去会有叩叩叩的声音，所谓叩叩声音是这个木头撞击声，一般在我们这个仓库比较空旷，可能会听得比较没这么清楚。可是，一般家长回去说，怎么都是听到叩叩叩的声音，是不是里面有问题？那其实都正常的，一定都会有这个声音，越到高音越明显。一定有这个声音，声音比较薄，但是你低的地方反而听没那么清楚，因为琴的声音盖过叩叩的声音，但是高音地方呢就会有，所以这个叩叩叩叩叩这都正常，就是钢琴的打击，木头撞击声。